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咱休困参午间有较轻松无？所以咱有影来上课，嘛是爱非常的健康吼。这个思维不能打顿吼，咱也是钓独孤的无其他的迄落，其实独孤是我们的责任啦吼。咱也是，你也是讲在座有独孤啊，都是阮无，我们是没有尽责，无尽责。好，咱来继续吼。咱讲到遮的时，咱爱了解，咱战争法共四个耶稣一定要背的清清楚楚，了解这个四个耶稣，我们就知道。战争法有这么多种来配合，好、哦，何谓的占领？咱今嘛讲的，何谓的占领？好、哦，所谓的占领是，我们并不需要派兵去占领被征服者土地，才叫做什么？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派兵啊、哦。占领是压制的行为，只要被占领区顺从占领者就可以了啊、哦。甚至呢，甚至被占领区如果拥有民政府组织，在自立自卫需求下，还可以开放民政府拥有有限的武器，叫民兵组织。好，民兵组织。所以有些人称台湾从来没有 USNG 存在，事实上 USNG 一直是没有离开过台湾。有人说，没啊，我就没看到美国那个啥。啊、哦，我们没有看过美国那个什么军人呐、啊，你有看过呀？就，无对不对？那但是并不证明他不在台湾，是不是？啊、哦，只要是有任务，需要人数多寡而已。况且占领日本等于是占领台湾，因此美国所有的占领日本一直都是包括什么台湾嘛。所以很多时候，台湾发生代志的是美国都安怎，拢伫边啊嘛，是不是？舰队都有。所以每当上岸直接占领台湾的军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花莲大华莲那个亚庆，啊，花莲，他那边就有2000名陆战队，啊，嘉山也有，对，那你看看李平头的那都是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地方我们看不到都有，所以今天我们来看68年来啊，不管台湾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上糊涂，我们常常怎么样对号入座，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是我们的属性，被欺压很久了，被欺负了啊，就出现了社会的怎么念，大声一点，症候群。帅哥很像知道这个意思呢。你刚才有在笑，你知道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吗？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啊？知道一点点的，你分享一下。那个斯德哥尔摩，我记得没错，好像是一个地区啊。啊，他其实是在讲说，压迫久了习惯，然后就会成自然，然后你也会去顺其自然的去认为这是对的。嗯，就这样。这也对了哈，这也对了哈。我们给他鼓励一下。报章杂志有报道，爷爷性侵了孙女，这个报章杂志很大嘛哈。有一次，而孙女却求大人呢、啊，要让他去代理父亲受刑。很多台湾人呐、啊，好侮辱了，好欺负了，我们还崇拜他是英雄。这个就是有那个症状的人，你知道吗？被欺负了，哦，被欺负了。台湾人呐、啊，他已经造成了失脑失智的作为，好侮辱。当我们这个美国国旗拿上去，说：“啊，你们中华民国，你接受20几年的教育，我那个剥落呀。”
我弟弟拢挂迄个机啊，也是讲你们很奇怪呢，这样。我什么东西？什么叫奇怪？你讲中华民国给你教育啊，啊，我就跟伊讲啊。那你妈妈，你看看你妈妈今嘛中风啊，老人，她有没有老人年金？你看我隔壁阿伯迄个老欧啊，每一个月多少老人年金？公平吧？你说啊，你自己说啊。你不是讲你为什么要对中华民国这种的迄个态度啦？啊，所以被欺负了，被欺压了，他母亲领不到老人年金，也没有受到照顾，他仍然还说中华民国不错呢。他不是犯了这个症状吗？台湾人很多，台湾人失脑失智的作为，而且呢，他不自知，一无感觉。受虐者对于受虐这个受这个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了一个崇拜的心呢，好不孝，好欺负了，还讲啊，你是我的英雄，你是我的英雄，啊，那种就是有问题的。啊，认同现象，我想大多数正常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态度，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笑啊？啊，是不是疯了？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偶发生的啊，偶发的事件。经过学者研究之后呢，认为这一个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呢，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症，这个症候群。接着起被欺负，台湾人被国民党流亡政府欺负了多年，我的土地你敢知？我五党无去处理啊，我家的土地啊变成安怎呢？你去查出来以后，变成是中华民国所有主权的。你看这是不是土匪？我家的厝，古早的厝，派为了安全，被修未当修呢，还要经过他们核准呢。这种是什么人啊？所以他们这些啊，侮辱咱，我们还对他啊，还对他还崇拜，这就是台湾的悲哀啦，是不是悲哀？叫可怜的。所以今仔日，咱来了解一点的是讲，你是否是中国人？你敢是中国人？你敢是？真的吗？你是台湾人？哦，家己认为是本土台湾人也笑，真正哦，但是我怀疑啊，你敢是？你有法度通证明吗？你拿证明给我看，有没有？有没有人能够说证明？好，你拿证明，什么证明 ？ID 啊，你讲，你起来讲。是，所以必须要拥有台湾民政府所发发的 I 要核发的 ID， 对不对？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这个就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咱就是本土台湾人。有人讲我是台湾人，结果摕迄个身份证是虾米？中华民国，对不对？现在小淡淡的迄个哈。所以呢，有人阿哩所以。有些时候哈，有人话说啊救火啊救火啊，结果呢，去救火的他提的油去救火，你看看，啊话说啊救火，那很多人就是常常提的油去救火，这种人啊，他若不知道，没有正确的认识和这个知识的人，他真是什么？可怕，越战的时候啊。越战有一个妇人说：“谁把毒蛇放在棉被洞里面？人在睡的时候，帮他盖棉被，但是放毒蛇在里面。同样啊，你要去救火，我还提的油去救火，一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台湾人被这些人侮辱到这样的地步，还不了解，怎么火在越救越大呢？这火势啊，愈烧愈大。”这个救火的人是拿那个啥汽油桶去要救火的，所以要去毁灭，那心态完全是啊，比这个狼子的野心一样。
心肺一样，不干净。所以美国这个兰德公司，他对中国的评价是什么？中国人像迷失的什么狗一样。第二个，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的责任感。有去过中国的举手？普遍中国人的这个属性，没你不去，但是你有加一接触过不？有没有？咱台湾来台湾的吼、哦，中国人不是足多，对不对？你看中国新娘也好，当然我们不评人格哈、哦，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特质啊，这个是美国兰德公司他的评语啊评价，中国人像迷失的狗。我到瑞士，啊，到那个布鲁日，你到餐厅去，我很奇，我很好奇，咱厦门，你比边啊也过一个门，黑的门下下面，这是狗的出这个门，加中国人出这个门，在布鲁日那边呢，啊，还好我们是台湾人，他知道台湾人。黑边遐就是中国人甲狗要出入的厦门就对了，意思是说不让中国人进去。所以在这里他说中国人像迷失的狗一样。第二，中国人缺乏诚信，拢被差的，啊，没有社会的责任感，拢顾家己，啊，然后中国人不了解他做社会的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跟义务，但不拢不拢主输。哦，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社会法治的社会，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今天在台湾被中国人来去，这一个管制来去治理，你看看他们，拢偷，拢恶，把所有的咱的主权，拢变为归于他们私有。党产偌济钱，你敢知？拢是为倒来的。不是咱本土台湾人遐吗？所以乌家办一个活动，一个活动都赚偌济，两亿嘛，对不对？伊即嘛是愈办愈济啊。为什么？这两当来，啊，所有内底劳保也好，什么邮局也好，所有钱拢乌乌掉。他尽量把你快速的把它全部挖光，这就是他们的属性啊！啊，他没有对社会有责任感。啊，没有社对社会没有法治的时候，没有在法治的观念没有，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是走什么捷径啊？这评估不是这样讲的，这是美国，啊，美国兰德公司讲的，伊的评价就都是安尼。好，所以很矛盾呐、啊。我们常常台湾也是一样啊，你敢是中国人？啊，矛盾，你是不是中国人？答案一定是你就是中国人，啊，因为刚才那说广哎，我们来验证你持有的身份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对不对？所以有人出国，阿公啊，迄个美国的来讲，你是为倒位来？我说为台湾来。阿公好，你摕迄个证明给我看，结果伊摕遐，顶挂写安怎？中华民国。然后伊就美国看无，伊就叫翻译官，伊中华民国。哎，讲你唔是讲叫台湾来的吗？为什么写中华民国？你要讲啊，不然你要够其他的叫迄个证明无？然后再拿新台币，新台币写什么？中华民国。哎，讲来，你去绑定。这些人原地遣返，咱各用落地，大概，啊、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你是从台湾来，结果你哪却不是台湾的，所以我给他去去美国的，我用 ID， 我们进入公部门的那个那个 office 哈，我们都还需要那个 ID 啊，我们用我们的 ID 就 OK 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确认啊、中华民国光啊、这些啊、就是说证据。中华民国身份证，我们今天大家拢有去开 OK， 但是要去了解，恁拢是黑人，你敢知？啊，了解家己是黑人的牙签，唔知对不对？你看你的身份证后脚下，顶管遐号码，你拢唔知？你有用的是啊？有数字号码，
那是注明你是黑奴。王公为欧郎的是黑奴，他看到数字号码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啊，所以我们都不清楚。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课程，比如就安尼来讲的时候，咱就了解讲啊，原来我是黑奴，我们都不知道。流氓贱妇官吏蛋东西安尼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常常惯用中国的思维跟行为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个中国的原则，它政策或者主张，国际之间皆有不同的一个解说，不敢看这个解说，他怎么说？有三种看法，一个是中国的看法，中国的看法；第二是美国的看法，台湾民政府的看法。咱即马来看，咱即马来看迄、那个、中国的看法是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安对不对？啊？这是中国的看法，哈、哦。然后，美国的看法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中国人让美国得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的看法哦，哈、哦。但是，流亡中国政府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看法是拢共款啊，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民国，这哈、啊，这就是美国的看法。但是咱台湾民政府的看法，台湾民政府的看法是安怎？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是什么？很明确的，都是中国人。国际间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哦，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者人人扛起来，对不对？干么关系？人讲人人扛起来，来，大声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者怎么样？不牵连嘛，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明确，哈、哦。完全拢无关系，好、哦，这就是咱台湾民建会的看法。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人。你看哈、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华民国嘛，对不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说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人。好，中华民国，中国，简称为中国，对不对？都是中国人嘛，所以国际之间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必须明确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在国际法中，国家构成的要件，国家那是要成立，它有一个要件，什么要件呢？法定。所以台湾根本不是什么，台湾是不是国家？要构成这个国家要件，第一个，它必须要有法定的人民、法定的领土、法定的政府与外交。只是美国只是占领这个土地，对不对？你要成立一个国家，必须要拥有这样的法定、人民、领土、政府、外交。中华民国有没有？你到国外，为什么国旗拿不出去？有没有想过？第一个反对是谁？中国，他不是大陆，大陆就跟我们康克阿鲁有关系，啊，他是中国，中国就反对，为什么？你是流亡政府啊，流亡到哪里？台北，台北，所以叫着中华什么？对呀、啊，所以他们是中华台北，叫做流亡在台北的。对，流亡政府，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我们台湾没有法定的人民跟领土，这个台湾领土是日本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天皇的土地，不是台中华民国，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法定的，他就不是
根本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中华民国也只是被中国共产党战败以后，这个国共战争嘛，屡战屡败的是谁？国民党嘛，搞民堂啊，啊，中华民国啊，我常常讲军阀民贵，哈、啊，那个以前的嘛，军阀民贵，哈、啊，下面人的主意。海义海望统一新年念，你知道意思吗？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一炸的改一家的用家的母语哈，他用他自己的母语。下面人的主意，海义海望统一新年念，这下面人讲的，老蒋跟这个余国华对不对？统一新年宴炸得死啊嘛，是不是安尼？结果咱台湾人也够要吼，中华民国万岁！啊，那嘛是底下对要表万岁啊，所以咱来搞菜啦啊！所以他们国共战争的时候屡败屡战，所以他流亡在台北，他的国土只有他自己的土地，只有金门跟马祖马祖，他还是在商代解决的国家呢。所以呢，两者都不是国际间。啊，国际法中具有其他国家一样有平等国际人格，当然不是什么啊，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英国38年流亡65年啊，什么？中华民国流亡建户，啊，流亡建户，所以台语要来读，小。小宝的台湾人啊，别练凳了。小宝的台湾人有这个歌无？啊啊，沉默的台湾人啊，这些啊呢，世上创造了世上上好个的难民群啊，党产假天下，最恶劣的骗术政治。国民党是不是上有钱？对不对？这钱是为倒来？骗出来的嘛，拢伫遐骗，对不对？选起，伊就一个人，佮客咱的30元，你看，伊当算了，伊就赚偌济，你敢知？拢乌白骗，尽量骗，骗到咱忙输输啦，咱感觉讲嘛袂歹呢，吼、哦。所以这些上有还有台干在那边呼吁。接着起，我们必须回到法理论述决举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中间还有台干在那边呼应，呼应什么？啊，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的人讲，所以讲每年四月，美国军事政府进来，要将台湾分成为四个区块，四个人种，一个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还有一个一句是我是中国人，还一个是我是外国人，还上尾一个是我是本土台湾人，分为四个区块，四个区块你就知道了。那当初每年都有中华卡，你要小心啊，他就跟你说、你要签中华卡，你去那个中国啊，不要签证了，不要拿台胞证了啊！你得克克，你得完蛋了，你那是欠，你得惨嘛。咱摕 ID 开始架杠诶，你爱用用心了解哈、哦。是咱爱这边讲，我是台湾人，我并不是中国人。爱有这种决心跟了解，咱好用台湾人。好、哦，这种的状况，咱来了解法理台湾才是真正的啊、我们的一个路啊、哦。所以咱只想讲，我是台湾人，但是咱手中。哦，咱大声讲啊！我是本土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咱会晓讲啊，咱会晓大声讲啊，哈、哦！但是咱嘴伫讲，我是台湾人，咱手手提是安怎？中华民国，我所讲的，是不是安尼？身份证上面写什么？中华民国护照呢？这种色底什么色底？墨绿色，墨绿色象征什么？啊？流亡政府，啊，咱摕身份证，咱摕钱，拢是写什么？中华民国，啊，
好大好大讲的是新台币的哈，电光讲的是中华民国，对不对？所以呢，脸护照的变色绿色属于流亡国的用法，所以达赖嘛是用这些的。真正主权的国家是红色、黄色、蓝色，对不对？你有感觉无？你没有去查证这些，所以我们认为说，哎，中华民国，你看它是属于什么？流亡国用的，所以咱处理的是红雕啊，因为你是流亡没有主权的国家，咱不了解。我们今天知道了以后，哈、哦，我们会里头会说这是南门的邪门的，这是南门邪理啊，啊、哦，咱讲的吹讲我是台湾人，咱手中客拢是中国人。咱来决策了解这种的吼状况是无同款的，咱同款你看我顶管讲的后壁遮有数字啦，咱身份证有用的是你去看，遮数字就是讲表示你是黑人啦，啊、哦、黑奴啦的暗码，啊、哦、身份证后面都有这样的暗码。从那时候知道我们的确是，而且斜角斜角，啊、哦、遮后壁遮无样本顶管斜角，你维测你就维测一个。啊、哦，你有看到无？有没有？有没有弟弟？有没有看到？有，对不对？啊、哦，都有号码，有了，有那个号码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它是透明的，透明的字，透明的字哈、哦。所以南京北方，这是他们用的暗码，你的知影你就是黑奴了。啊、哦，所以咱何控制到安尼，咱唔知啊。咱到今嘛，无必须对安尼讲，咱嘛唔知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就可怕，就恐怖的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来给来到家，最主要是台湾民政府啊，给我们新的看见，新的看见。经过了这些年来，咱的努力甲拍拼，第一期人好、哦，我来讲，第一期无多啊，也无伊啊，佫无电风，无冷气啊。冬天困着，待伫恁间的时，房间的时，哈、哦，寒到要死，你敢知？大家安尼厝嘞，安尼大家互相客烧，足可怜的。这风都簌簌叫，冬天你冬天来到家，这风都簌簌叫，寒到要死。恁今仔日有影是非常好，你敢知？还佫有桌仔通啊坐，哦，还佫有电风，还佫有这，所以这经过遐尼侪年来。台湾民政府光明的列车成立吧，啊，只要你看高山的，啊，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拢成立吧，对不对？今天都已经成型了，所以呢，成型最主要是呐，爱经过这将什么赶出 ROC 流亡政府，这是咱共同的目标，对不对？咱共同目标，这是接接你来，会当执行这完整光明的列车。所以呢，咱安尼来，经过安尼，咱未来这机会拢掌握在你甲我的手中，啊，在我们的手中。因此，我们就脱离了啊政治的另一种。你敢在政治的另一种，啊，你看咱老欧啊，是迄个老欧啊，是毋是一个月有万痛苦、万开苦？恁阿公阿妈有无？啊，有无？你破病时要去老农农民，哎，个安啦，哎个交钱，老欧啊要交钱无？无嘛？这是毋是政治的利益？你看伫外口底下捡纸、捡囡仔的是虾米人？拢台湾人，拢是咱阿公阿妈。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那是咱台湾人的悲哀无，但是咱经过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咱就脱离了政治的涟漪啊，政治的涟漪，咱减轻了我们生活的负担。十八岁都有当厝，咱生囝从细汉开始读到博士拢免钱，安尼好唔好？咱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咱的爸母。老人年金多少你敢知？美金800到1000，这样拢总加起来一个三万几嘛，三万八。你看，咱老人一个月有三万八，
咱少年人会去烦恼无？免啊嘛，是不是？咱生的囝愈生愈侪无要紧啦。讲高山族佫如何？你敢知？迄是美国对阮高山族有相当的迄个啥待遇啦。伊讲安怎高山族吼，本来早期是120万啦，但即马经过这流氓政府处理了，变成敢若剩51万尔。所以为51万到120万，这中间生一个补助偌济，你敢知？100万。哦，你那在你第一次来，你是阿妹主，你这个听得很清楚呢，你还可以生呢，你当生生一个安怎100万呢，你还可以生6个，所以讲为着吼，咱边必须对有滴讲，因是弱者，咱来鼓励因啦，帮忙可以增加到120万。当初日本来管理咱的是也人口。所以我们必须要协助，所以因此啊，那是讲高山的生一个囝，补助100万，咱无要紧啊，咱18岁就有厝啊，所以咱所有的厝，今仔开始厝唔通去望啦，那是用土地来趁钱，拢是唔对的啦，哈、啊，这是不正常的啦，用土地来去赚钱，拢是因地赚的呀、啊，对不对？所以空屋率250万户以上啊。空屋率，迄就是既得利益，因贵个底下趁钱个，所以有钱无钱个，永远拢无钱嘛。有钱个就是因去捧人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啊、政治的利益所造成。所以我们减轻环境啊，那个生活的负担以外，要提升我们生活的领域。以后咱台湾，你看偌水，你敢知？周围拢是海景啊，对不对？啊，把生活领域所有古厝。迄种行啊，弯来弯去，全部人处理。啊、哦，必须要讲，我开始接种了第一批、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造镇。你敢知造镇？造镇是100万咯、哦，呀，就100万的人住的所在，绝对是水的，环境水，道路安尼够好，一定爱做到这。所以做到这，慢慢改革，这人。有影，这更是人住的所在。无咱即马巷仔内，还是咱厝，咱的房间，都对别人后壁迄个啥，迄个厨房，哦，对不对？窗仔开咧，厨房咧煮饭炒菜，拢是不到咱的房间，啊，足恶脏的。啊，这种规划，都唔是人规划，该治疗同款，对不对？来改革，所以台湾民政府有帮，恁就是爱靠恁，爱努力个拍拼，了解了。咱要用心、用爱心的规划，咱所有整个台湾人。今日咱也是讲，无用心、无爱心，对咱同心讲的，爱何等其大呢？爱使人凝聚在一起，爱是不变的，宇宙中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爱。人失去了爱，他就混乱；人失去了爱，他是昏化；人失去了爱，他是黑暗。没有平安，赶快的道理。这简单的道理，咱无法度通去理解，所以人悲哀痛苦，对不对？真理干那一个尔，永远不变，永远长存。足济人欲追求寻求真理，咱今仔日法律是干那独独一个尔，赶快要改革整个台湾人。一定要回到回来，来到法理论述，较会了解其他咱所徛的所在，一定要经过遮。所以，我们提升了生活领域，我们就营造我们休闲的环境，咱以后过得非常非常好。啊，甲瑞士同款，啊，瑞士是毋是环境够水，能够非常的好。啊，我们以后的生活领域都非常的棒，这就是咱本土台湾人永远的唔吧。好，永远的唔忙。所以讲，咱今日了解台湾即马连这什么人，你敢知？美国的什么？国务卿。好，美国的包国务卿包啊，我滴讲嘛，他说什么？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定要去明确了解。连美国的人都滴讲啊，所以像希拉蕊我滴讲啊。
要处理台湾的问题，必须回到国际法。这两天来中国跟我在讲台湾同胞，有无？这两天为什么无讲？从台湾民政府崛起以后，中国开始，美国先用美国，以前迄个奥巴马动算了，前两天伊对中国是安尼小看，惊惊对不对？经过咱控制了，先讲了，一开始伊手头的硬啊，对中国就开始硬啊。咱无需要，伊讲咱无需要为台湾烦恼，因为迄是我占领的所在。所以讲，爱解决台湾的问题，一定爱倒转来法律给咱解决，国际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你别当用恁家己认为，所以丹麦来处理的是美国的来啊，丹麦发生伊美国的来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台湾人免惊吓，有个人讲，台湾民政府，伊讲唔通唔通，阮做生意的人哦，较敏感，惊，拢比讲惊安尼啦。种悲哀可怜哈，所以咱看咱整个台湾的命运哈，这边从19里面必须要了解这个程序哦。1895年5月8号是什么？签署什么？下关条约，简称马关条约，对不对？然后呢，1937年的4月1号，依法在台湾行皇民化，日本了哈。也不能地完实施了皇民化，所以1941年的这个12月7号，日本帝国向什么？美国发动的战争，啊，别野心嘛太多啦，伊那是无安尼吼，哦，给他引起袂歹啦，哦，发动了战争，所以在1945年的4月1号，天皇在台湾实施什么宪法？啊，到了1945年的8月15号，啊。这个天皇因为战争的关系，两个原子炸弹轰炸日本关岛，所以天皇就宣布无条件的投降，这是台湾开始命运的变化啊，命运的变化。到了1945年的9月2号呢，麦克阿瑟一号令，这个麦克阿瑟一号令大家知道吗？国共战争的时候。他不是屡战屡败，然后离开就是要求救，求救就向谁？麦克瑟求救。但是麦克瑟当时他没有权利回答，因此要向当年的总统是谁？杜鲁门总统报告。报告了以后，杜鲁门总统说你自行处理，因此才有有什么？麦克瑟一号命令将那个流亡政府带到台湾来，就是今天的。中华台北这个流亡建户他自称为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哈，就按年来，经过按年，在1952年的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接着是台湾命运的一种锁链，接起分不开的，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了解。但续部问题都在新台湾论跟这些国际法，你都需要去探讨，还可以了解。所以麦克赛这边哈。从这里我们再来看见台湾人出头天的时候，从麦克瑟委托代战契约，代战契约是交代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得将台湾变成共产国家，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情美国一再的跟台湾民政府说，当你得到掌权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转向共产国家这个是他非常严厉的这个定义，说你不能变成为共产国家。所以本土台湾人权控诉，我们那是控诉美国，是2006年的10月24号开戏哈。然后呢，那台湾民政府的成立是2008年的2月2号，所以这个时候呢，2010年的6月29号签了 ECFA 法的时候呢，中华民国中华就开始灭亡了。为什么？美国就紧张啊嘛！你签 F 法，你敢知 F 法内容是什么？有人知不？唔知嘛？他要把你卖掉，你们都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马告为了这个实现他老英老辈啊，怎么样？终极统一所以呢，他让他能够马上转为共产化，
是在这个6月29号10夜，所以当局呢就昧网，因为违约美方就取回了例行主权占领权，因为他是托管嘛，他签署了以后，美国积极的要把要回，托管的权益，托管托管的权益，所以呢，在美国代表处，我们在2010年的7月10号就成立嘛，台湾民政府哈，所以而且台湾民政府。 为了配合国际，所以呢提升为台湾政府，是提升是台湾民政府，不是说直接是台湾政府，所以我们都有认证，我们在美国登陆有那个证明申请台湾民政府，所以升格为台湾政府来开始运作，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们。 了解之后，必须弄清楚台湾国际法地位到现况，目前是日属什么？美战。所以日本的主权领土，美国管辖权占领中，这个就是我们身为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同心一定要清楚了解。所以这你看看这些证据，这是不是这个早就没有 local 了，对不对？有没有？拢无啊嘛？非战之灭亡。 是因为从ECFA开始，所有的战机的这个条件牌拢无去啊，如这个车轮不再有，所以呢，宣战战力中国，它也发展了这个隐形战机的航空母舰，我们简称航空母舰，你看他们的航空母舰，你看过吗？这可以战争吗？一出去都是冒黑烟，对不对？还是什么？你怕它什么？ 对不对？这个好飞机下来，他没办法降啊。为什么？他没有拦截的那个，你看美国的，最主要是这个拦截的钩钩有没有？你这个，他那个是苏联没有拿给他，他没有办法拦截，所以呢，他的舰上没有办法，不能拦截。你看上面都没有飞机，我们这边美国都是飞机，是不是？武力跟装备上。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海上要结对三两 A， 哪一个会赢？以这样两个来讲，哪一个会赢？当然了，因为装备各方面都比他优势，所以有他一烧，这个我们南台湾人都惊个要死啊，比比错，小卡大声讲，哎，给别安诺安诺，免惊吓啦，哦，我们不需要去怕。 所以说，从1958年8.2战开时，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包围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从1996年李登辉总统选举时，美国派2艘什么航空母舰，所以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的时候，88水灾小林村的时候，美军主动来台，随时都在保护我们呐，对不对？我们需要他就出现了，但是他要经过这个流亡政府的答应吗？ 88水灾的时候，马英九说不需要美国支援，对不对？但是他直接来啊，他要听你的吗？不需要啊，他占领国啊，你是托管而已啊，你要听谁的？信不信呢？所以我们了解，马英九看见这种，本来他说你不要来，他暗示要中国来台湾来支援，然而台湾领空主要的占领权，美国就绝对不可能容这个中国军机进入我们台湾海峡嘛。 所以，末世的台湾人民现在这个财产真是一个扯到这样的极点，这个是马告，北马的马告啊，马告是我们台湾的泰雅族，马告是不错的呢，它是马告，是马告，所以不错的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经过这些，今天美国，这是美国国旗，这是什么旗？美国军事占领旗，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台湾。 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遵照美国核发的琉球的护照，我们的护照就是这些，琉球的护照，是像这个的。那所以呢，以后呢，我们的孩子不用去当兵了，对不对？当兵，咱囝拢不需要去当兵嘛，所以免惊吓。基本上台湾民政府成立，我们需要办什么？这种身份证，快快申请，要不要申请的？给他去。马上要申请，好不好？ 马上申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马上吓阻流氓贱户在这里掏空
所以经过这里，看看尼泊尔是他是经过战争法、万国公法，就这样和约美国宪法推动到今天，靠也台美的关系，这是一个历时的转捩点，我们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升格为台湾政府，今天这个就是台湾政府的诞生证书发给我们的。 发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想，我们今天代表处，然后呢，我们今天知道台湾今天的一个状况，经过了许多的过程，南极日本，南极日本靖国神社、台湾魂，都已经显示南极波吉波，要行美国加日本，为了要了解整个台湾的主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 年底我们要到日本安倍要演讲，跟他演讲，向我们演讲，这个状况不一样了。演讲之后，我们已经确实认定日属。这次我们到华盛顿 DC 召开记者会，已经表明了，对不对？美战这个状况完成以后，我们那都是我们台湾族前台湾人民欢乐的日子。 咱是艰苦哈，咱即马到遮为止，所以辛苦大家，谢谢。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楼骹一楼遐用餐，谢谢。